第七周，实在是非常的丰富，非常的宝贵，但是也是很不容易，需要弟兄姊妹更多在时间好好来研读它，祷告它。这新耶路撒冷的众神存在享受生活然后就说到三一神做怎么说呢，一面说是就是做基督的身体啊，新耶路撒冷将要来到了勇士里，那在今天这个实际叫做基督的身体，那在我们身上我们经过在这里活在这里的是叫做教会，所以也可以说基督的身体，也可以说教会，也可以说我们，这三个都是应该是一个，是不是啊？所以这五个点啊，怎样是新耶路撒冷的五个点，也一定是基督身体的那五个点，也必定应该是教会的这五个点，也就是我们，也就是花莲教会的这五个点，我们一定要读到包括这些点。那第一，构成花莲教会构成什么，那就是教会构成我们当有使徒啊，长老啊，这个大主啊，这些都是大主啊，会手啊，分区啊，小孩啊，然后弟兄姊妹啊，如果这构成再要说聚会啊，主日聚会啊，祷告聚会等等，但是这些啊都不是这里讲的，这里是讲的是什么，是三一神。那三一神也可以说三一的构成，或者是它的内涵是三一神。那我们有没有想到今天花莲的构成在这里故事怎样的，有多少成分，那这个刚刚那个例子里面牛肉面，牛肉多不多，面多不多，还有青菜多不多，三一神在这里构成应该是这个，然后加起来构成了起来就变得什么呢，变成存在。什么叫存在，就是这一碗牛肉面在这里，牛肉面的存在。那就是我们来说应该教会在这里，它的存在就是在这个。为什么要说这个存在呢，三一神呢，你说我们这存在很多，会所啊，那人啊什么都很多啊，为什么只说三一神呢，因为今天不可以有会所，可以有一天到的时候在勇士里面，那这些都没有了吧，都没有，但只有三一神金子珍珠宝石，包括神造的，包括神造的经过了变化了，留在这里，三一的工作所留在这里的那个成分才是到那个时候还是存在。所以这个花莲教会今天存在，明天也存在，后年也存在，但是到基督来千年国没有花莲教会，那勇士里更没有花莲教会，勇士里只有新耶路撒冷。所以为了要在勇士里存在，我们要一定要看在今天我们里面三一神的成分是多少，他是用这个勇士的眼光，新耶路撒冷的角度来看教会，来看我们，这个是很要紧。所以缺了这个
这些，这个我们有一天就不存在了。所有没有得救的人，有一天都没有我们，他们都没有，什么门都没有了。因为有那个构成，所以才有那个存在。因为有牛肉啊、青菜跟面，所以才有牛肉面。因为有三省，所以才有新耶路撒冷。那存在了以后做什么呢？你享受。新耶路撒冷最大的点就是我们在那里有享受。享受什么？还是享受三省。享受是人，我们成为人是最大的人生的享受。一直到永世享受不完的就是三一神。那因为这个享受，所以我们就有了生活了。生活在先还是享受在先啊？享受在先。按我们人平常当然是生活在先，我们生活里面有一部分叫做享受。天气很热，我就买一杯冰淇淋来吃，很享受。除了吃冰淇淋，我还有很多生活，但是不一定是享受。但是呢，就说属灵的东西来看，是先享受，然后这一个才有这个生活。没有享受就没有生活，所以享受是在先的。那这个生活就是啊，这个衣食住行，所有的活动，所有的这个人生的这个活动，这个东西啊叫做生活。那你就凭着你的生命来有这个活动，所以凭这个生命而有这个生活。也就是说，你是在那里活你的生命。这个生命，每一个人，我们不知道我们的生命，每一个人的生命是多久。那感谢赞美主，我的生命活了90年了，现在还可以活，我不知道还能活几天了。有了生命，然后才有生活。那这个生命是叫做享受而得着的力量。我们在永世里面，那个整个的生活就是活这一个三一神。所以我们今天就该要活这个三一神，享受也应该是享受三一神。那弟兄姊妹，你们为什么来聚会？为什么来呢？来聚会，有人说来这聚会，这个做招待的人很好，做招待的人啊很客气，或者在这聚会，这个座位很干净，坐得很舒服，那个都不算享受啊，对不对？就好像你到餐馆，你到餐馆，餐馆第一就是享受，享受。就是你要吃牛肉面，牛肉面很好吃啊，那个才能够享受。若是吃了这个，你说，那个你到餐馆吃牛肉面有没有享受？你说，哎呀，到餐馆去，那个牛肉面的那个大碗的漂亮，光讲大碗漂亮，那个就不是享受，大碗。是趁着那个牛肉面能够叫你满足，叫你觉得有味道。我们今天来参加聚会，为什么礼拜六早晨我们来这儿？你一定要说这里有三一神。为什么我们在主日我们在那里去参加公民聚会？因为我们在那里享受了主。三一神是我们的那个享受。所以我们教会的每一个生活的每一个部分，我们出去开展，出去开扣本，这个在一切的服事牧养
连我们去在那弟兄姊妹劳苦在那里看望，或者是在那里有各种的服侍，都因为里面拿了这个三一。好，因着这一个缘故，就有一个彰显。这个李弟兄告诉我们这个彰显，他说：“我们到美国来，美国这个地方，非常丰富。”他说。这个牛肉、牛奶，什么鸡蛋，各种的丰富，所以各个美国人都是高头大马，很强壮。那个美国人的强壮，那个就是美国的丰满，所以也就是美国的彰显。这个彰显呢，就是说的内在神圣丰富。给人得着了之后，把它活出来，就变成一个彰显。在新耶路撒冷，那个丰满就是三一神的丰满，所以呢，吃了、享受了、饱足了，它彰显出来，也就是那一个三一神的那个彰显。刚才弟兄们点出来，怎样是？这个神坐在宝座上是那个比喻的样子，新耶路撒冷整个的围墙就是比喻的，也是比喻的那个样子，跟神的形象完全是一样，所以他这个丰满的啊是神圣丰富的那个彰显啊。感谢赞美主，时间过了。Old as time, song as old as rhyme.